的吗？虽然天公不作美，但雨中的夜猫子夜市却让我觉得分外文艺。在这里，劳碌了一天的人们，在夜晚中和灯光的相互碰撞下，在这家开在成都闹市区的夜市里，享受并不安静的浓浓烟火气。夜猫子夜市是成都青羊区夜市美食的扛把子，它改变了夜市在大家心中脏乱的印象，统一规划，整齐布局，各个摊位的美食更是可圈可点。我们以前住到这边吧，是吧？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吃了。就开始。我住医院在这儿吃。说起这个夜市，有一位老摊主不得不提，他的故事就要从玉子烧说起。但是玉子烧是日本的三大烧之一，但是玉子烧它的口感呢是滑嫩细腻香柔，而且配料原材料啊更食材更高级一些，有这个比较珍贵的这种鱼子酱啊，金枪鱼，再加上芝士的这个搭配，它的口感更符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的口感。木鱼花是日本所有烧的标配，它又被称为会跳舞的鱼，因为它在玉子烧的那个热度上呢，它那个鱼片会来回的摆动，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很感兴趣的这个木鱼花。在夜市经营的话是应该是2016年的12月份左右。哎，来，来之前我在对面的金色夏威夷开那个火锅店，开了13年的火锅店了。我到了这个夜市以后，2个月我就把13年的店关掉了，专心在做这个夜市的小车子。这个夜市成立初期的时候我就来了，因为我在夜市经营了几个项目以后，我觉得产品要升级一下。我妹妹她现在还在日本做中餐馆，这是中餐馆里面的一道菜，她推荐给我做的这道玉子烧，这个现在回头率是相当高的，尤其一些小朋友最喜欢这道美食，它又健康又营养，而且它的口感呢是那种滑嫩细腻香柔的口感层次呢又很丰富，也是我们夜猫子夜市的一套招牌。来，好，我们有个招牌，我知道，他在前面。他们的那个招牌明太子，还有经典鲜虾都非常的好吃。我是这家爆酱玉子烧的老顾客，我经常在他们这儿吃东西，他们家的味道非常的地道。夜猫子夜市是成都市区最早形成规模的夜市，每个夏天都有那么几样美食成为当季的爆款，爆酱玉子烧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在2021年3月23号呢，整个夜市呢又进行了基础改造，形象啊 IP 的一些改变，整个夜市的风貌又更新了一番。厨师马黎正式更新之后的新摊主，她还是一位成都女婿。我们4月16号才来的，
我是泰国的。สวัสดีครับต้มยำกุ้งไฮเซียนฝรั่งครับ之前的在成都打工有工作的后来就结了婚所以就一直留在成都喜欢成都了成都也人也好天气也好吃的玩的喝的都有都好成都菜的口味也差不多泰国菜嘛酸酸辣辣而且这几年来成都人也很欢迎泰国菜的所以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想把这个泰国的冬阴功汤再拿下来让大家能吃到泰国的冬阴功汤马尼的冬阴功汤味道纯正价格亲民成为夜市必打卡的摊位之一他还希望跟美食之都的人民交流做菜的经验先做摊位嘛然后慢慢再做一个小小店然后有机会就可以跟客人交流可以告诉他这个泰国菜怎么做有哪一些配料哪一些调料在哪里买冬阴功海鲜粉好粉吗卡在夜猫子夜市除了能尝到酸辣的东南亚美食麻辣的川味外还有全国各地极具特色的风味顺德人林师傅因为自己喜欢吃蚝烙所以他希望把这份美味分享给更多的人应该说从2016年2017年我同学先过来的做这个蚝烙因为自己喜欢吃对啊过来想尝试一下做这个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蚝烙这个产品的味道是外酥里嫩非常的香广东顺德的这是我们是从那个潮汕老师傅那里学了之后就经过自己一点的改良没有传统的这么多油这煎也是煎出来也是一样的酥脆焦香再尝一下吧煎出来外酥里嫩很香的这个是辣椒是吗谢谢啊不过谢谢筷子来一下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吃上这样一份蚝烙你会感到生活多美好来请慢用味道不够可以再加野猫子也是位于成都闹市中吸引了各地的游客也吸引了新的摊主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夜市充满了神秘感和吸引力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摄像子豪为您用相机描画成都的烟火气
如果说北方饺子的口感在于它的馅儿，那么成都饺子就在于它的蘸料。不同口味的蘸料加入饺子里面，口味偏重，但却是不同于北方的鲜美。但在成都，无论饺子的蘸料怎么变化，几乎都统称为红油水饺。仁义水饺这家老店最大的秘诀就在于他家的红油是一大特色，自制的红油就着花椒蒜泥拌匀后塞一个进嘴里，略带焦香的味道顿时溢满口腔，两个字，拔死。小子你别走哈，饺子炒炒面底菜包些面刷了会儿，你别走，两块两面都要。我炒起了有点哪个菜过来，有点拿点拿点拿点用来做拿点炒起。我们一般就小时候五点过去去买肉。仁义水饺在成都是开了近40年的老店，从爷爷辈传到兄弟两人手上。店虽小，却秉承祖训，认真做事不马虎。每天可能要卖3000多个饺子，包车这些每天要卖1000把个，皮薄馅多。但是经过几年，我们也来为。有叫人卖成他们没卖饺子的叫人一饭店来卖饭，后头公司合营呢，他们就都进饮食行业，公司合营后头呢，就最后8几年之后，我们又接到这个卖饺子他是我是弟，我们两兄弟，原来我们在那个长城街老街上，就是电视这边那卖八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卖，当时是卖生的，就包生的卖。后头就是到9几年了，就是开始卖熟的了，都五多年了，反正就一直保证质量这些，基本上都是卖的回头老满足这些。红油我们是全部拿的上头的好油，一般的那些油皮的话就不香。在海椒面是专门定制的。自己种的那种海椒面，这个起码要半天嘛，有几个饺子才弄得回味。这吃红油饺子，好吃的面啊，那些素饺面都是干拌那种，干个油红油。这个面很香，很就是麻辣的这个感觉，特别的与众不同。面的好香，地道。还有饺子。馅儿大皮薄，又甜得很，配上这个麻辣鲜香的这个蘸料，好吃很。我们两兄弟呢，就到这个面馆，等于是把我们娃娃都现在都弄成大学，都在读大学了，都在一个呢读博士，一个呢读研究生。我们一直要保留我们那个爷爷传下来的技术，就对得起这个仁义两个字，仁义牌子。